好好服侍夫人，半夜别忘了再喂一次药。是。小姐，我们在引经制动也不是办法呀。错，其实有的时候守株待兔反而是最好的办法。叶子，保护夫人。来人！大爷，大爷，走，走，走。小姐，哟，这是萧文章又回来了吧？司马飞燕，丫鬟被杀，虎牌被偷，当时就只有你在现场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那铁定是我司马飞燕所为喽。哼，不是你还有谁？你定是以查访孩子为由，与外人勾结，妄图颠覆我们山寨。既然我百口莫辩，那就任凭处置吧。二位兄弟，你们说怎么办吧？杀！不可。大哥，为了洗清我的冤屈，我建议你先把他关起来，等查清楚再说。好，就按二弟说的办，先监押起来。